站里面或者是站这里，它多深啊。远景手持自制的加长版捞鱼网，小心翼翼伸下浑浊的排水沟捞呀捞，却一无所获。这个要看手感的。对啊。这时一旁一名妇人自告奋勇接手捞，不知道是不是手感真的比较好，果真成功捞起民众掉落的手机，现场爆出欢呼及掌声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谢谢，好了，谢谢，感谢，大姐，谢谢，大姐，谢谢。这起手机巧家戏码出现在台东关山，两名从台北搭火车来玩的民众，其中一人的 iPhone 不慎飞入排水沟，由于手机上还夹有前往屏东的火车票以及回台北的高铁票，两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还好远景及热心民众神救援，化解虚惊。远景抵达现场后，将捞鱼网及竹竿两者绑定，并在路过热心民众帮助下，顺利于浑浊的泥水中将手机捞起，物归原主。两位游客也对警员说：“这真是难忘的旅程。”虽然手机成功找回，但功能还剩多少仍是未知数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趟台东之旅肯定会让两名游客很难忘。民事新闻李玉汉台东报道。